leave this world behind. We'll have a drink and toast to ourselves under a violet moon. Front, left, front, right. Thank you.
在实打实硬性的压力之下获得到进球。那他这球，裁判示意是要重新制定外球吗？还是说把这个界外球已经给了对方？他认为刚才二号科图洛夫掷界外球的时候远离了出界的地点，所以把这个球呢判给了阿尔及利亚。梅斯巴，大脚解围，还是阿尔及利亚队把球控制下来。送出进球，转身没有送出去，进攻再次断线，球给大了，德罗斯特的界外球。俄罗斯队准备换上一名前锋，卡涅尼科夫。卡涅尼科夫出场，换下了十一号科尔扎科夫。号的前锋。卡梅尼科，这就是一个角球开出来到后点，没有爆发的队员。随着比赛的进行，体能的下降，球员们的技术的精准性也不如开场好。二三号科洛夫刚才这个角球是没有开场。打到中场，在中路一个大守卫在分边，后点戳到，又戳到后点，但是球还是没有给好，给大了。是克罗地亚联赛的红靴，前锋换前锋，这是一个对位换人。这名阿尔及利亚的球员这个位啊，不会冷，你说，但是就这么样的一个养尊处优的这个人呢，咱就说他是生活中的矛盾。哎，他爸让他去名校去学医，可是呢他一见血就吐，但是也学不了。后来呢，他爸又送他到剑桥去学神啊，神学，希望他将来当个起念的这个当个神圣的一个牧师。可是呢，达尔文偏偏对这个不感兴趣，他对这个研究植物、收集这虫子感兴趣。最后，他又以他的研究等于推翻了他所学的神学，就这么矛盾的一个人。你就说他找老婆啊，这一般人的这个顺序总是先碰见自己喜欢的人，然后再想要不要跟他结婚。达尔文呢，哎，我觉得这也是典型的学者思维，他要先想明白自己要不要结婚，然后才去找老婆。那么这事儿把他弄得
说够哥们，他找几张纸啊，把这个结婚的好处和结婚的坏处分别写成不同的几张纸，自己算。青藏高原海拔6000米，昆仑雪山积雪慢慢融化，渗入岩层，经过50年的过滤和矿化，成为珍贵的昆仑山雪山矿泉水。保险就是阳光，是分担也是分享，是温暖也是希望。保险就是阳光，阳光保险集团。取予有道，润泽中华，华润与您携手改变生活。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文台。张玉有报天天读，由全球葡萄酒大师专业推荐，爱肥宝酒庄赞助播出。哇，那倒是差一点。嗯，之前一直很被动，觉得这个机会，哎呦，太好了，一个反击的机会，可以下分了。这一拍出手还是显得，我觉得是心理负担上有点重，太想一击制胜了。就是在他这个点上，他的得分的成本还是很高的，经常他也会在这个刚才的那个位置。现在很乖啊，对，360度，是什么工作吧，然后还有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小困难，才觉得家才是最好的港湾，妈妈才最爱你的人，还有爸爸，还有姥姥姥爷爷爷奶奶。对，你知道妈妈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自己，你真正的满足，真正的开心吗？我真正的长大什么时候？结婚的那天，爸爸妈妈的心才真正的踏实下来了。
因为有一个人能牵起你的手陪你走，他的才能放心呢。好，第五扇大门，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在等待着你，爽吗？好，掌声鼓励。你知道，我这把剑上的寒光，就是这一次东方集团的提案，我们安居很。再等等吧，啊！第二个是资本的优势。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，流动性充裕，融资方式灵活多样，融资成本较低，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很充足的资金的支持。在香港这个融资是非常容易。也有的朋友跟我说，就是中环这个几分钟的时间，几个银行一跑，这个就可以抽到这个一大笔的款项。